我们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回了国家的工信部，在工信部的指导下，很快就找到这家浙江的一家医药企业，他们决定赠送四十盒药，昨天又经过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，昨天已经飞抵法兰克福。德国在几十年前帮助了我们，我们也在几十年后来帮助德国，所以这些故事啊，每天都在感动着我和我的同事们。在这种感人的事迹当中，我们和德国一起来携手，来共同的战胜疫情。